发言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，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，并截止收案。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。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九案，先进行第一案，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。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六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，增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内容如下：一、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命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7条、第67条及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9条、第3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，亲民党党团委员林鸿俊等17人，委员郭胜亮等17人，委员赵振宇等16人，委员陈曼丽等19人，委员黄伟哲等17人，委员赖月龙等17人分别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邱建伟等20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。时代力量党团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、第35条之一及第35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郑宝清等18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及第3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卢秀燕等34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肖美琴等19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肖美琴等19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。二、本院委员吴建阳等16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，请审议案宣读完毕。发言会有关各界关心的酒驾法案，也就是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相关修正法案，国民党党团、民进党党团、亲民党党团都有提案，相同变更议程，将其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。所以，我们是不是就无异议让它通过，把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，请问院会有异议？没有异议。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相关修正法案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。报案会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之其他提议，时代力量党团表示均予撤回，我们就不予处理。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6案。报案会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一案之酒驾法案已经通过，列入讨论事项第一案，所以就不再处理。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1案，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。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六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，建请增列本院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7条、第67条及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郑明宗等16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9条、第3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，亲民党党团委员李鸿钧等17人，委员郭胜亮等17人，委员赵宪宇等16人，委员陈曼丽等19人，委员黄伟哲等17人，委员赖月龙等17人分别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邱志伟等20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及第67条条文修正草案。时代力量党团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、第35条之一及第35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郑宝兴等18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5条及第35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卢秀燕等34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委员邱美琴等19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，及委员邱美琴等19人拟具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5条条文修正草案为第一案。立案顺序如下表，请详附件是否有当，敬请公决。宣读完毕。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？有没有异议？是有异还是没有异议？有异议，那我们就进行表决。
针对本案，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，现在开始，时间一分钟。表决结果：出席91人，赞成62人，反对29人，弃权0人。赞成者多数，民进党党团提议照案通过。发言会，亲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，将酒驾法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，院会已经通过列为第一案，所以本案就不再处理。发言会。变更议程提议均已处理完毕，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已将各界关心的酒驾法案，也就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修正法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。民进党党团提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，现在依本院职权行使法第68条规定，请各党团负责人于下午20:30至议场3楼，针对讨论事项第一案进行党团协商。啊？啊？什么？协商的时候就会处理。协商的时候就会讨论。协商就会。协商我们有共识就依共识处理。没有共识就下来院内处理。这个就看我们协商的进度啦。如果今天能够通过，我们下礼拜二还有一个院会可以处理。好，所以我们下午2:30请各党团能够派代表啊，2点请大家准时啊。大家这么关心，那就不要迟到啊。包院会上午的会议进行到此为止，现在休息。